教育部年轻技资推动优品教育，事实上，埔主持高明熙早在22年前就开始推动，希望以佛法感召学子的品德，和学子改变真大。今年希望再度举办玉蝶夏令营，学员完全免费。高明熙董事长陈德洽表示，高明熙自民国79年起举办第一届玉蝶夏令营，当时只有35位学童参加，此后人数每年增加，今年则是有150人报名参与。在4届夏令营当中，学童唔但爱学习佛学礼仪、念佛静坐、问疑、佛曲驾唱，也佫安排环保生活教学等。其中上具有特色是透早的朝山课程，以及夜间的穿心顶。时间透早起来，学员爱行三叩拜礼，暗时则是围圆口啊点蜡烛，分享心情故事。拄啊，囡仔休暑假吼，有一个以后普通时较无多参与的一挂课程吼，高明师来办有关的这种课程。啊，因为高明师是一个宗教团体的一个佛师，所以有时候伊嘛是介绍一挂有关这个这佛书内底吼，对囡仔安怎互伊行善吼。也是讲要让囡仔对佛教的有一寡较初步的认识吼，大概针对这方面吼做一个介绍。啊，然后伫只我有呐，那是讲吼，大家知影就是讲，高明师当年咧办这时阵吼，有一寡真有心的这个志工吼来咧参与。啊，所以就是这个志工的参与，和高明师这个课程吼办起来吼，互足侪人会当来肯定。你学佛行仪，学童先爱学享礼仪，比如入寺进前爱先向菩萨行问顺礼，上课坐姿必须爱端正，唔通腰按压翘骨，进斋堂爱保持静默，唔通喧哗，唔通紧张。进食的时袂当出声，袂当残留食物等等。除了注重生活礼仪之外，也爱养成勤俭等美德。最新新闻，中央新闻播出，蔡宏报道。